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让走的。当警察有什么？我想如果不是当警察，就被死掉那么冤枉。他说的人是不是有点像阿东？是维修部门的技术人员。我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。《警徽天职》最后第三集，明天晚上9点8频道。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让走的。当警察有什么？我想如果不是当警察，就被死掉那么冤枉。他说的人是不是有点像阿东？是维修部门的技术人员。我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。《警徽天职》最后第三集，今天晚上9点8频道。